五年二班带来的英语歌唱表演哦，掌声鼓励。来，各位同学保持安静哦。
掌声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谢谢我们的502班。好的，这是我们502班即将要去参加我们今年英语歌唱比赛的曲目。接下来，大家的家里面都有长辈的疼爱。